这车队这么特别呢，全是出租车。这是辽宁鞍山一对的哥的姐的大喜日子，的哥就用40台出租车队迎亲。别说，这想法还真挺新颖的。头车是一辆牌照带着1314的出租车，寓意着一生一世。谁料在车队前行中，又陆续加入40多台出租车，新娘感觉那是老激动了。好像现在结婚都得炫耀一下职业是不？那等我结婚那天，我就自己主持婚礼，然后让新娘站着我对面搭词儿去。